三米，三米多他，三米，将近40斤。加上我们的两个自然队员，一共是6个人。当时我们抓捕的时候呢，把所有的灯都灭掉以后，弄那个棉被啊把它盖上，然后摸到他的头，然后几个人把棉被慢慢收紧，收紧以后把它放在那个破碎袋里面。10年前就发现过这边有蛇，但是当时也没报警啊。3年前在装修的时候又发现有蛇，那时候找了4天也没有找到蛇的踪迹，以为这个蛇就走了。3年多以后，可能是天花板承受不了它的重量，那就是长得很大的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掉下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很生气，它怎么生存下来的？商铺周围基本上饭店比较多，那边的老鼠也是可能是比较多的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